今天这个特别啊，帮他那个跟他的，他来到台湾，对不对？就看到他打球啊，他在那个 rock， 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很破，对不对？我因为最近脑海里面，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都黑白色的。我能看到这个跟他的特别亲切啊，对。啊，没想到他穿配合度很高哦。对，很亲切。他很年轻吗？因为在私底下才第一次看到他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场上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他的脸看起来就是好像杀气很重，哎，没想到他跟我们玩得很开心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，你有什么问题想发问？啊，196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是高五哇，196，等一下。196减169是多少？怎么了？170啊！我想说，请大家帮我算一下。26公分。哇，你好矮哦！哦，所以就是感觉一个巨人到你的身边，但是他是个温柔的，然后他跟你握手的时候，这个手是非常厚实。哎，然后他嗨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哎，你们已经接近 NBA 一步了。啊，然后 King 的平衡篮球打得不怎么样，但哎，好的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项目呢特别计划，希望大家能多提倡运动。哎，那多运动的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。也谢谢那个爱迪达给我们这次的一个机会，能够跟这个他们呢大家一起来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哎，谢谢他们，我们希望这个让跟他们在台湾的这段时间觉得非常的快乐，跟他们公关聊一下，如果他时间有的话，我们愿意做东西请他吃个饭啊。好，私底下，私底下，私底下啊。好了，再见。